今天呢，我们要上的是 C 大调的音阶爬音和弦，还有呢罗中荣小奏鸣曲当中的两段片段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，首先呢是 C 大调的音阶。错音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
对，但是肩膀一定要放松，这两块肩膀要放松，然后呢，手要立起来，对不对？手指头要立起来，这样很扎实的弹下去啊，立在那里就不能动，手指头不能乱，对，就不能乱，老是在那里弹下去来的，对，不行，一定要这样溜溜溜，要扎实的弹下去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掉到悬崖底下，对对对，一定要很扎实的啊，立住就不能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去呢，我们来弹弹它小奏鸣曲。中国的小奏鸣曲啊，我们今天呢就弹，弹到这儿，弹到就这两段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先从第一段开始。区别就是后面变抒情了，对不对？就从抒情开始，然后最后面又欢快起来了，但是前面一直都是欢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个技术上的错误在哪里呢？就是刚开始这里，因为我们要连线，对吧？连线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，大拇指弹两个，对，大拇指弹两个音，然后呢，保持中间那个音，然后弹下去，弹下面一个音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音要怎么样？重音，对，它这个很奇怪啊，它是重二个音是重音，第二个音，对，你看就这个，但是右手重音在哪里呢？右手重音在第一个音上，对，因为右手是主旋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这样子弹啊，好，你试试看，先左手单独来一遍，我们把连线做好啊，对，要这样弹。它是怎么样衬托主旋律的，对不对？主旋律也是欢快的呀， C 哆 C 哆，是不是啊？也是要跳起来的啊。我们把主旋律弹一遍，主旋律应该怎么样弹？表现出欢快的那种感觉啊。就是这里你觉得应该怎么弹呢？一个重音，对，有一个重音，然后马上就收掉，对不对？应该怎么弹？你弹给我看看，你就右手来单独来，发瑞，对，用二五指弹，对 ，C 中，对，我们从这里开始，你往后弹，就右手，就右手 ，C 中。收下来了啊，行，哆啊，这里收吗？对，这里要收，这里后面前面不用收啊，好不好？前面就是响的啊。这个地方非常重要，这个 S F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个别音强，
对不对？个别音就是哪个音啊？就是哆发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发瑞，一定要这样弹啊。好，是我问的问题，嗯，这里需不需要渐强？这里需要渐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里是渐弱的，如果这里不渐强，就是要又变成一个突然了。对对，所以呢，必须要有一个渐强的过程，才能有一个渐弱的过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肯定要渐强啊。好，我们把第一句的主旋律再弹一遍，好不好？就光右手就可以了啊。他就不敢回答啊、哦！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啊 ，re fa so。前怎么样啊？我推，对，一直往前推的，可以做一个渐强，然后呢？
再做一个对渐弱，然后再渐强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己写一下，自己画一下。嗯嗯。对，对，可以这样子啊、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怎么样，表现力就更加丰富了，对不对啊、嗯哦？好，再来一遍。对不对？有些音指法呀、连线呀，这些不要搞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头到尾弹一遍啊。我们这结尾分别来一遍啊，嗯，发嗦这里，发嗦，嗯，
这两段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呢，我们会讲后面的几段，好吧？好。